第五人格中金皮最多的求生者是谁？金皮最多的求生者，我们可以这样大概看一下啊。新角色肯定是没有很多金皮的，除非精华宝箱里面那个限定金皮。这样，然后找到，哎，幸运儿居然没有金皮。医生有啊，医生有之前的一个留营，医生只有一个留营吗？还有吧，律师也没有金皮。这些老角色，三人家有一个那个，舞龙的那个金皮啊，园丁有好几个吧，怪鸟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幽灵公主，还有吗？冒险家小人国是刚出的一个金皮，空军有那个韩香舞，魔术师有寻宝。那个叫什么寻宝贵族吧，好像是前锋的两个，前锋才两个吗？我记得好像比这多一点吧。佣兵的也是两个。这边咱们因为这个号不是全皮肤，所以啊看的不是很全，但是我觉得印象中的话应该是盲女，我看看盲女是不是多一点啊。盲女有一个建筑师刚出的，还有两个蛋糕也是金皮，黄金蛋糕、暗金蛋糕。盲女还有金皮吗？好像没有了吧。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祭司的金皮最多，是不是？咱们可以来看一下祭司目前的金皮，应该有四款。第一款是引路人，这个在商城里面就是可以直接换的啊。金红刚出的春节的一个绝版金皮，现在已经没了啊。还有一个是明日之辉，是以前的老的宝箱里面的精华宝箱里面的，现在好像也可以抽到吧，可以。还有一个是摩根勒菲吧，好像是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祭司的金皮最多，小伙伴们？我觉得应该是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的想法呀。感谢关注，这里是男孩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